要迟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人呢？别让我再看见你。撒！抱歉啊，急着去见白人客户。老板，别走，你们公司员工挺有意思的啊。新来的，里面请。你要是敢把客户搞砸了，明天就别来了。刘总，等会儿给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案，好吧？哎呀，那么今天让我说几句，我就说几句。说哪几句呢？我就说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还是写黑板上吧，好吧？嗯，顾小寒。啊！刘总，这合作没法继续了。哎，刘总，刘总。刘总，你也本命年哈，真巧，我也属兔。你们说我明天还用来吗？找两个壮汉拼车，整整我吧。师傅咋不走呢？还有俩乘客，你整个拼车呀你？哎呀，那不省点钱吗？这，服你了。喂，您好，您到上车地点了吗？啥人呢？这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呢啊！素质真差的。哎呀，爸，你这背后说人不好。当面我也这么说呀，迟到就是没素质啊！你待会儿他俩来，你看我咋辞了他？还是年轻人，撒！啊！兄弟俩，哎呀妈，轻点，轻点，老弟。哎，爸，你刚才不是有话要跟人家俩说吗？滚！你要做啥呀？师傅，你大热天你空调怎么开大点啊？你瞅给这俩小伙子整的一脑袋汗，你眼力劲呢？走吧。叔，你这苹果出什么错？你吃一个呗，老弟。来了，你也来一个。来，喝酒啊。来一口，叔。我不吃了。怎么了？嫌我脏啊？一会儿坐，这我问问。到了，妈呀，你干啥呀？凶点声，凶点声。哎哎哎，菜没呢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哎呦呦，干啥呀？和帅哥男同事来出差了。不好意思，女士这边只剩一间房了。啊，这不太好。红娘终于想起来给我牵绳了啊！那只能住一间了，走了。等会儿，针孔摄像头。啊！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机顶盒？啊！五百。支付成功，他肯定觉得我缺心眼儿。女孩子有点安全意识，挺好。哇哦，天太热，咱们开空调了。来，我救。
那个，我还是出去住吧啊。明天我再来接你。新的一天，加油！小韩，来我帮你拎吧。完了，太丢人了。酒店风气是挺舒服，我也。哎，反正现在时间还早，要不去参加一个刺激的活动？啊？刺激吧？啊。啊，真刺激。走，那你上车体验。走了啊。端正姿势，正握方向，脚踩离合，挂低档，打转向，按喇叭，看情况，把联动松手刹，油跟上。要不你开呢？把家里的充电器换成共享充电宝。充电器呢？不是我在家充电，我整你这玩意儿，我给你钱，我有毛病吧？反正不是我手机没电，哎，你到时候手机没电了别来找我。扫码支付，25块钱一个小时。哎呀，前10分钟它都是免费的，你在10分钟之内把它还了，再换一个不就行了吗？哦，不多简单的事儿。嗯，赶紧的。50块，这啥意思啊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你到点没还的话，扣你99。小兔崽子。你给谁打电话呢？喂，叉舅啊，你来一趟有点事儿啊。你干嘛？我看你手机电量还有多少了？还有83呢。干嘛呢？让我手机干嘛呢？小韩新买了个音箱，用不到。哎，对，是吧？啊、哦，用你这个贵的手机试试。啊，听听歌啊，咱们。你不是有那个视频会员吗？啊，你送个电影，高清电影。呀，是啊。投个屏，投大屏啊，费电。哎呀，我来。什么电影？又不是没有充电器。就是。给你给投个屏。嗯。爸，没啥意思是不？打个游戏呢。你爸这打个游戏上去。来，这电给我来。不玩，你先要你带着我这个白金呗。昨晚打了一宿。哎呀，你看我给你打的了。来。哎，你咋不上号呢？我跟你学学，我看你这连招咋5杀的嘛？不行啊，爸，这是屏幕亮度太暗了啊！哎呀，这屏幕亮度忘调了，调亮点，看你这音量也调大点声来。哎，调亮点声干嘛？这样好，能看见。来。哎呀，电不多了，你给我拿个充电器。充电器昨天好像掉沙发下边，你帮我照一下。啊，你想帮我打，帮我照一下。干嘛？开一下。我昨天照一下。开始呢，你给我自己照。你没别的充电线了？哪有啊，就那一根。你那么早下去，我手机马上关机了。关机吧。来，关机了，赶紧充上。来，充了吧？也不知道谁快没电了，快关机了，你还充不充？是吧？你们在家太邪性，我服了啊，我服了。哎，来，25小时啊！我不充了。你别着急，我这先来过道，我还没那。我这还多着呢。那我这咋还啊？啊，那我不知道，反正到点没还的话，扣你俩99。